八年前，十几岁的孟嬷嬷，仅仅因为高考失利，便怄气离家出走。妈妈在她失踪后，失而成疾，含恨去世了。爸爸也因为她的失踪，愁得满头白发。经过我们的努力，虽然她迷途知返，和父亲回到河南老家，她大好青春却因一时糊涂，永远难以追回。在此，我想提醒大家，高考并非人生唯一出路。不管你做什么工作，只要踏实肯干，都可以为人民服务，能够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和栋梁。